天辟地，形成世界，神武各据一方，为争夺灵力而起战争。两败俱伤之下，魔族受困封禁，神族援引界外，新仙界趁势而起，一统界内。为巩固统治，其规定渡劫方能成仙，并设定生死轮回，违逆者打入无间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后经华派掌门偶获上古至宝盘古之心，率领各界护抗天庭。想死便成全你。
胜吃七颗葡萄。既然无人，何须事情？